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监察院门口，这里是中山北路的起点。我今天的台北徒步旅行要走中山北路。中山北路1234段，日治时代又称为刺史街道，通往台湾神社，沿途有不少历史人文景点。我已经十多年没有造访中山北路了，今天就好好的逛一逛。九条通，日治时代行政区域属于大正町，范围大致在今日的中山北路、市民大道、新生北路、南京东路围绕的范围之内，主要是行政官员的宿舍，是当时的高级住宅区。大正町有九条横向的街道，从一条通到九条通。战后大正町高级住宅区转变为日本料理店酒吧林立的繁华街道。林森公园，日治时代的三板桥公墓。1949年，国民政府迁拨来台，撤退来台的舟山群岛、海南岛的一些居民选择在这里临时定居。1997年，台北市政府强制拆除违章建筑，收回被长期占用的私有土地，人们才发现在这片杂乱的违章建筑内隐藏着一座长期被人遗忘的台湾总督坟墓，第七任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
明史总督葬于台湾，也算是台湾的好兄弟了。台北故事馆，铭记护国城市。大理石。台北铭记护国城市是全台湾唯一保存良好的仿南北朝形式木造佛寺，创建于日治时期。这是日治时代的石佛，四国88观音灵场。
目前这边只剩九尊石佛。这是今天行程最后一个景点。今天从中山北路一段出发，大约走了14公里，5个半小时。沿途参观了很多历史人文景点，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消化。那今天的台北徒步旅行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